Hidden Canyon 耳湾光谱中心旁门禁社区，也是整体由著名建商 Tobias 打造的一个非常小众高端的社区，上市一套售价820万，室内5453尺，占地9600尺，一套豪宅，三车位车库，有一个车库是改成健身房，长长 driveway 可以停4-5台车，6房7卫，带城市景观。目前这套房子是除了薛迪坑眼之外，其他社区最贵的一套，820万，室内5453尺，这是一单车位车库，旁边是一个双车位车库。好，我们进去快速看一下，屋主还住着，所以我们不拍摄太多细节，只看一下结构。一进来是双旋转楼梯，非常大气，这是豪宅标配。左手边有一个书房，然后这是单车位车库，它改成了一个健身房。我们都快速看一下啊，它所有房间都是套房，这是一楼的一个房间，是带套内卫生间的，卫生间的淋浴房做得非常别致。然后往内走是大客厅，房龄是2015年的，所以已经是大客厅的设计。这是餐厅区域，这是客厅，然后这边是厨房，宽大岛台，卧铺的炉灶，白色橱柜到顶，上面这楼的冰箱，这里还有厨房 pantry。这里还有一个家庭厅，家庭厅是两侧落地门通往后院，带电子壁炉。我们到后院看一下，超大的院子，占地9600尺，所以院子非常大，烧烤台、假草、地砖，还有户外的取暖炉、躺椅，摆个篮球架。玻璃的 fence 就是玻璃的围栏是可以带景观的，楼上看得更清楚一些，可以看到光谱中心高楼，可以看到一些社区邻居。好，这是一楼超大的室内空间啊，在厨房旁边有一个半卫，一楼半个卫生间，这是双车位的车库，这边是半个卫生间，装修的也很极致。卫生间墙壁也是做的瓷砖，而且不同的瓷砖造型来装饰。好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，旋转楼梯上楼，楼上还有5个房间，它总共6房7卫，如果加书房的话就是7房7卫。上楼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水晶灯，房间我们上来之后看一圈，每一个都是套房，这是一个次卧套房，上面都是木地板，这是一个办公室，里面也带卫生间，对面是一个小朋友的房间，这个房间带山景了，还要看到光谱中心，这是一个 bunk bed 高低床，带卫生间，旁边还有一个粉色公主房，也是带卫生间的。这里主卧我们最后看，主卧对面这里还有一个次卧，在上次卧的路上又看到了水晶灯，次卧在最后一个角落位置，在朱莉阳台，这个次卧对着前院的，这里面是卫生间，旁边是洗衣房。好，已经看完了楼上4个次卧，我们最后看一下主卧，上面都是木地板，淡色的木地板，主卧水晶灯非常漂亮，非常宽敞，主卧中间还放了沙发，
在主卧这边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景观的。先欣赏自己家院子，然后远处的光谱中心以及社区，居高临下，主卧还放了按摩椅。好，主卧卫生间，木纹地砖，这看上去像木地板，但实际上是木纹地砖，因为还有比较宽的缝。中间是浴缸，非常漂亮的澡台，两个洗手池，淋浴房，里面有个很大的衣帽间。好，这套是在尔湾豪宅社区中算非常新的一个豪宅社区，叫 Hidden Canyon， 室内是5453尺，占地9600尺，售价是820万。好，有兴趣约河马经纪人看房，谢谢大家。